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不会，你说造型喷头发什么的，穿衣服的话我是比较爱买跟爱穿，就是凹一下那个造型的偶尔，然后但是化妆什么头发都不会。头发想试着剪一下短发。项链、手表还有背包吧。骑车的时候激情速度就是不愿意输啊，就像飞驰人生里的一句话一样，我不是想拿第一，我只是不想输。汽车吧，开赛车啊，或者是滑雪，或者是滑滑板，只是会，但是我想学一些技巧，算是对，还挺强的。退，对，肯定会在意，但也没有那么多，就会听，会吸取。就是我只不过是把喜欢的东西做得比较认真，跟怎么说呢，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玩乐高的话，我就会攒很多乐高，然后会一直拼，然后就那样会买很多。就比如说我喜欢骑车的话，我就这一找时间就去骑，就是这样。只是我表达一下我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去怎么做而已，没有说经典语录。我哪有很有道理的话，我没觉得有。我觉得挺幸运的，就是不仅是我喜欢的，而且是我爸妈支持的，而且是在喜欢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做下去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小成绩，都还不是职业，都只是兴趣爱好挂了一个名字而已。然后就是一般的话，如果我那天能骑车的话，我可能白天就去骑车，然后一直骑到下午六七点钟回来之后，然后晚上没事的话打个游戏或者拼个乐高，这样一天的休息时间还行吧。自信，大男子主义，好胜，就挺轻松的。我觉得幸福感是要有惊喜吧，最近都还挺平，但是很开心的。谢谢你们关注赛车手以及乐高小能手的微博。